泰国僧侣一次几百个求道的大场面照片。天主教修女求道的照片，警察、学校教官及学生集体求道的大场面照片。尼泊尔的藏传佛教徒带领600位佛教徒求道。美国神父求道，后来有见证。摩门教徒长老有求道，夏银人曾到江氏佛堂参加祈会班活动。台湾台北的尼姑求道，新北的和尚求道，印尼伊斯兰教长老求道，泰国高龄高僧求道，然后只是徒子徒孙们求道，茅山道士求道，神明求道，神将求道，土地公求道，道教神明的鸡童求道，慈惠堂的灵媒文姬求道，流芳村讲师自述。